主播，我要第一个当主播，不行。哎呦，你们这件事对他做了什么？你们是有赌注啊？对哦，不是一人一半吗？我记得。没参加我靠，还那么可怜呐、啊？怎么这么惨、啊？看到怪人要自己跑远一点了、啊，我直接冲过去啊！哇，影月你长好帅哦，影月好帅哦！什么情况？是有一半是汉堡神偷吗？什么鬼啊！等下左边是谁画的？左半边是我画的，右半边是哈基画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帅啊！真心话大冒险、欸。你想知道我这是什么东西吗？你去问团团跟哈基，他们到底画的。八点六，那怎么是你啊？他等等，奇怪的人啊！你看他还露肩呢、欸，他还露肩，露屁股，露屁股，长成这样啊！是在干嘛？是在干嘛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、欸。对，你们自己去看以前的某一个找按钮的一遍。哇，你也太久才还债了吧？这就是玩游戏输了的下场。对，而且还是被强制堵住的人。哇，还有擦指甲油。影月，你真帅，真帅，好帅哦，真的帅。这一场看到嘿，记得看到怪人要跑远一点哈，直接杀了他。不要跟你搞。怕吧？莫名其妙。太帅了。八第六。八点啦！还没进来的说，还没来的说，说，说说说说说说，你哎，你又来了，你骗子，骗子！我们说什么？这个是谁啊？还有三个人呢。谁？你家左右邻居来了没？没到的还要。还没进来，没到的敢要要要要，一群骗子，您就到了，骗子恢复上一栋，三四五六七，好痒哦，抓一下，抓啊，超快，一次就饿死人，四不像，缺谁啊？那个缺钱呐，去拿个东西，暂停一下。对一下，好，我们还在尝试进来。好，看我进来了，我的故事。尝试进来，尝试进来，走思维比较慢。我感受到突击进来了。尝试进来。对啊。一二三四五。哎，雨月，你怎么长这个样子？吓到！刚不是在讲吗？这谁？四不像。哎、欸，那个同诊名单明明二十个，为什么写二十一？二十个哎、欸。对啊，少一个。哦哦哦！这本身就算错了。一拳，你是铺这个梗啊？一拳铺梗铺很久哎、欸。他是想扑到分队的时候啊，一定需要我来了。观众解释，我们的这个人数是一拳统计的，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这样子有二十一人，然后他在赛前就很 QQ 的说啊，你们这样二十一人刚好了，我没办法加加。哇，他只是不想加而已。不是，他会说啊，怎么少一个啊？一拳来，他直接保留他自己的位置，一拳就进来，一拳就回来哦。太会了吧！笑死哎、欸，计划一整个笑、欸，你很适合玩狼人杀哦。自己做效果哎、欸，好猛啊、喔！真的。他买了这笔，买了这么久，就是现在被 Q 是吗？对啊。你要把一拳找回来。我是他了的。好，那应该是跑去倒垃圾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是 SK 的是二十个，这边 DC 的是二十一个。你是谁？对啊，差远远啊！哎，真的哎，有没有加加远不行啊？哦，那就是这边的他没更新啊。DC 也是二十啊，对啊，远远不行啊。DC 的没更新的。哦，什么远远不行啊？远远不行啊！刚不是有加加远远不行啊？
一拳想要那个自己称自己是演员，哈哈哈哈哈。那他可能要先今天叫演员。好，反正一拳等一下进来再跟他说，我们有新 PB，所以要重新介绍。好。好好的，第三届的 UHC， 那就先，过往是先自我介绍还是先介绍地图？先自我介绍都可以啊，都行吧，都直接开始啦，不在意，直接开始啦，先介绍地图，直接开始个头。欢迎来到台北盆地，有二十一个人，所以等一下就会七队，每一队三个人哦。嗯，然后第二本书可以看，新 PP 都要看第二本书啊。这个同队伤害没有开，然后成就不会显示，所以你可以不用怕自己的成就暴露出来。然后第三本书有一个关键，就是这一次有开启可疑的汤啊，所以你可以用回复效果的，赶快去查，没有问题，赶快去查。那有毒的汤呢？也可以看看下面的地形是有那个蘑菇的地方，就海龟汤。海龟汤。然后草原的话呢，有请哈记使用指令，就是地上一定会有随机的蓝草。蓝草，那个铃兰，铃兰，有雏菊跟有铃兰。雏菊呢是回复效果，铃兰是中毒效果，更回复效果。如果你杀到人，他身上有可疑的汤，不要犹豫，喝下去就对了。会有什么效果也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没有什么，只是好的坏的都叫做可疑的汤，看不出来。这都有随机摆那个草的部分啊，蘑菇的话就是肉眼可及的那一半边，就要自己去找。好，然后远方也有村庄啊，不过没有看过，那村庄是没有书的，所以村庄也没什么资源。嗯，比较公平一点。这是直接先剧透了吗？好好，剧透，直接剧透。哇，这个第四本书我们就是80分钟的时候会随机缩圈，那就是缩圈每分就是会缩四次啊，那每次就是冷却2分钟，缩圈2分钟，缩圈速度很快哦。所以一定要小心哦。好的，好。然后清除怪物的话也是80分钟，所以一在缩圈的时候，怪物就会消失，不用担心。好。那同时呢，也会发光，玩家都会发光。OK。好。然后限高限地，我再确认一下这里的地。对，没错。我们倒数第二本书限高限地，100分钟的时候，限高限地在65到75。好。所以就是差不多就是水平面啊，差不多。OK， 对，自己再注意一下。然后现在关键的最后一本书《鱼骨惩罚800》，而且还会显示坐标。哇哦，显示坐标！鱼骨惩罚发威的时候，你自己的坐标也会显示出来。而且我们要再度重申，就是我们鱼骨惩罚，就是过往有说啦，就是我们现在鱼骨规定，就是你也不要真正的鱼骨去挖，如果有洞窟的话，以探洞窟为优先。OK， 好吧，不要真的就是那样子的去。真正的鱼骨啊，嗯哼，会发光也会发光，有假的鱼骨吗？会发光，会缓速，会虚弱30秒，但同时呢也会显示你的坐标的位置。哎呦，你会变成全场焦点啊！真的哎，新 PP 这样子有了解吗？在挖，大概了解，挖起来，在挖，有问题轮到你们的时候也可以再说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自我介绍，在挖，好。我吗？先生，敦先生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敦敦哦。那个明天好像有台风哦，所以啊，对啊，很好啊，大家很好，希望大家很好，没事啊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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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风不是礼拜五的事情吗？怎么是明天呢？加快好像就影响了，加快了，加快了，真的假的？嗯，我不是台风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差不多啦，也是外送叫起来，外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姐姐要叫外送了。哦，到我了。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峰。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三位木木拳，好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姚。那个小鸡你啊，
好，算了算了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可以关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你是要跟我告白还是怎样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先说我愿意哦。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一届还有一个件事情没说，就是路上会有怪人，然后自己小心一点。怪人，怪人。好，下一位。那是我，听得到吗？嗯，听得到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顾姬，然后我第一次参加。顾姬，耶！新人要讲个三十秒。可是你们不用玩。嗯，讲完还有三十五秒。我要先跟我的队友道歉，就是我应该不是一个站立的，不好意思。可是你叫队友，你可是你叫蛋蛋哎、欸。啊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！阿纪，不要这样！浮出已经孵化成鸡，孵化了，孵化了哦。好，下一个。Hello， 我是繁星，希望我的队友可以让我自由。下一位，自由，自由。法师，老师，在挖。啊、你是非洲线是不是啊？怎么了？哎、欸，那个鱼骨惩罚已经，鱼骨惩罚已经离开很久了。你要自我介绍好不好？波接电脑，波接都没那么慢。大家好，我是哈记。然后刚刚打指令的时候呢，因为有指令呢，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，所以如果你发现树叶上长了一些奇怪的香菇还是什么。不要介意，发霉素了，发霉素啊！嗨嗨，我是巧克力，我等一下一定要收集很多的那个蓝草、蓝铃、兰花、铃兰、铃兰，终于收的。我会一直做很多美味的可疑的浓汤，没问题，过。嗯嗯。Hello Hello， 是小雨，我等一下不想喝汤了。我这里有一批好评的汤啊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酋长，然后我也是新人。我要讲三十秒吗？对，可以，请，就是我可以负责当自杀炸弹，对。好、哦，那你可以跟那怪人一组，我觉得不错。你要你有办法炸到对方、啊。我会自己变成一个璀璨的火花这样子。好、啊，下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狗鱼，下一位。哎呦喂！疼。嗯、蓝猫是你，泽平啊，蓝猫换你，狗鱼，宝宝换你了，宝宝，对，不是狗鱼是哪一个啊？他是红色，讲完了，红色的那个是不是？对啊，他变红色的了。哦，抱歉抱歉，宝宝换你了，红色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泽平，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米，过。阿露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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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锅子还是？阿鲁米是阿鲁米是驴，阿鲁米是驴，阿鲁米是驴，阿鲁米瞬间变铁是不是？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阿鲁米，洋洋，阿鲁米醒了，洋洋，估计不要睡了，不要睡了，他没有，洋洋，你没有开声音啊？我的天！直接，杨，你眼珠子找到了，但你的嘴巴找不到啊！对啊，快回来哦！星星啊，太阳！你还在吗？喂，你还在呛吗？没有，那个调到声音了。在挖。那个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洋，祝姚明天生日快乐，爱你哦，下一位。哎呦！我今天可以退出吗？各位，我可以退出了。退赛，退赛，我砍了他。安安，我是那这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猫团团，我终于不是最后一个了，下一位。Oh. Hello， 我是小鸡泽平，我希望姚的愿望成真。啊？啊？这很多人不懂吧？这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？那个他的愿望并没有被许回来，所以、啊、他的愿望难道是要分？不是，因为前几天我在许生日愿望的时候，我说希望泽平的订阅数明天就归零。为什么？你们有仇吗？哇，你们有仇是不是？对耶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后面那个观众帮我许回来了。哇哇哇！刚刚他来了吗？他还没回我啊。
哇！他倒了车，倒到不见了。哇！自己倒出去了吗？他跟车子走了吗？直接上车了吗？啊！回来呀、啊，不可以过去啊！不要上车啊，车上危险了、啊。不要跟着音乐走啊！喵哈！召唤喵哈！等下喵，等下喵哈就会密我说我想要看柴辣。喵哈！好叫啊！喵哈就会说我想看柴辣。我想要边吃汉叉王边看柴辣。有问题去灌一拳喵哈。我要吃喷牛堡啦！我想对，要看台啦！来了啦，来了啦！这里好多喵哈，救命啊！大家都很会写，真的。喵哈，不要密了，快来哦！搞好，搞好，搞好。然后啊，我有把那个合成配方放在那个 DC 跟 SK 哦，这么好哦，哦哟，哎呦，哎不行啊，然后就扔地花而已啊。这边也可以给大家看，这个左边是雏菊补血的，右边是那个铃兰，就是会中毒的。嗯，不要，好倒雏菊。铃娘，铁棒。铃兰，铃兰，是铃兰，很清楚。铃兰。